是钟楼哎，就好像国外教堂旁的钟楼一样哎。嗯，这是为了纪念我们的会计长毕律师女士从美国空运而来的哦。在每年圣诞节，她可是东海的重要主角之一呢。啊？为什么啊？因为啊，在每个周日礼拜的时候，除了会敲惯例39下，是为了要表示耶稣受到古罗马鞭刑的次数之外，在我每年的平安夜啊，他会在11:58:39到12点整的时候，会敲整整100下哦。哦，就是那个钟啊。对啊。是不是跟情侣一起数100下，是会分手还是会继续在一起啊？哎呀，众说纷纭，其实这100下的含义呀、啊，是为了要纪念耶稣，为了要拯救迷失的人，就好像是养了100只羊一样，就算一只不见了，也要奋不顾身的去把它找回来。哇塞，原来是这样啊！那今年一定要来观礼一次喽。嗯。